嗨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欢迎回来我的频道。今天呢，我们要来玩 Roblox。今天我们有一个目标，这个目标就是要成为宠物训练大师。大家有看到我旁边有一只小猪吗？没错，这只就是我们的初始宠物。那它一开始的话有教学，现在是要打怪兽是吧？它这个有点像是神奇宝贝啊。来吧，我们的第一只攻击史莱姆，点击下面这个按钮可以输出更多的伤害。哦，有点击的攻击力是一，哦，打赢了。那我们获得了一些钱，16块啊。要抽新的怪兽的话，哦，要100块是吧？那我们就来赚钱吧。好，我们收集到100了，要来抽我们的第一只怪物喽。来喽，会抽到什么呢？哦，一只普通的鹿。40%最烂的，哇，好想要这个传说等级，还有神级的哎！哦，把它带上。有了，我们的第二只，也太可爱了吧！它的攻击力是7，我看一下我们初始，哦，初始比较强哎。好了，我们来打下一只怪兽吧。哦，红色史莱姆，活史莱姆啊，我们来挑战，看打不打赢。来喽，上吧！哦。哇，血量也太厚了吧！ 3.1， 我打到什么时候？哇，有新技能了哎！刚才那个树的龙卷风应该是我们那只麋鹿放的哦，也太帅了吧！又来了，哇，伤害97啊 ！OK， 打赢喽！哇，一只赚100多，好，我又赚到了500了，再来5连抽。第一只啊，普通，哇，有了，这个花的话，哇，伤害20哎，来吧，有了这只花，我们来挑战新的史莱姆，来喽，光史莱姆是吧？杀他！哦，要打赢了，还有700多滴，200滴，杀他 ，nice。哇，直接 1K， 我们再往前走吧，看看前面还有什么新的怪物。有了，在前面，哦，暗黑史莱姆是吧？ 55K 的血量哎，我们现在打不动吧？这有个任务哎，接一下。他这个任务就是要打死这只 BOSS 啊，我们再回去抽个怪物吧，看能不能抽到传说之类的，我们再来挑战。等一下，我一直很好奇旁边这一台欸，旁边这一台的话，它是要花199，然后就可以抽这些。哦，这有一只很像龙的欸。好，不然我们花199好了。很好奇这一台会抽到什么啊？来咯，哦，瓜牛啊，55%的，哇，也太烂了吧，199的，我们把 1K 的钱抽光吧。还是老鼠，传说，是老鼠，我不要老鼠。哦，有更强一点的了，20%的啊，树怪啊，还是没用，还是不够强。有传说吗？哎，还有3次机会。传说，好吧，那我们就用这支队伍去打我们的黑暗史莱姆吧。Go！ 哦，已经有人在打了耶，好，我们跟他一起打。攻击有了，打得赢吗？好像可以哦。有，有血量有在耗，血量有在耗。来喽，最后一 K， 杀了他！有啊！多少钱？哇哦，直接2K 多哦！任务的道具是吧？哇、哦，奖励也太多了吧！好，我存到12K 了，可以到下一个地区了。来喽，下一个区域会是长怎样呢？来了，海底是吧？然后要到下一个区域要50K 啊！那我们稍微逛一下这个地图吧。哦，
这边的怪物是阔鱼耶。这边抽宠物的话要 1K， 那我们来打这个阔鱼啊，来吧， 3.7 应该很轻易可以打赢吧。哦，来咯。哇，一只还没到 1K 啊。好啦，不管了，我们先赚到 1K 吧，然后再往前。 OK， 赚到 1K 了，来啊，来抽看这边的怪兽会是什么呢。希望能抽到这个 1% 的啊，还是这 0% 的，给我这两只来吧。抽到什么呢？这不知道是什么球，来看一下，我攻击力17，有比较强吗？哇，都比我现在怪物烂耶。继续赚钱吧，来挑战这只新怪物，蓝色的，来吧，来攻击这只新的怪物。哇， 15K 的血量耶。来咯，我们要打赢这只很蠢的阔鱼了，打爆它吧。来吧， OK， 赚到多少钱呢？哦，这只 一只 1.7K 啊。好啦，我们赚到 3K， 来吧，立刻抽，来咯。哦，又是普通，再来。哇，有了，好一点的。我找到什么呢？炸弹海星啊，有了。来吧，我们来看一下这一只攻击力。哇，这只攻击力34耶，这样子我们攻击又提升了吧。来，我们接接拿个钱。哇，他直接给我们 12K， 抽下去啦，全抽了。有了水母怪啊，我攻击力49也太高了吧。好，换成最强队伍，有了三只精灵再加上一只水母啊。那我们就直接来打这个地区的 BOSS 吧，来咯，杀他，点击的伤害提高了耶，变13了。哦，要打赢了，要打赢了，剩 9K 多，杀他，还有 5K 3K 5、哦、两个一起打，果然很快杀掉哦。多少钱？哦， 4K 多。好，我回去还任务。多少钱呢？哇，直接给我们 30K 啊，但 到下一个区域的话要 50K 啊，那再赚一波吧。好， 50K 了，前往下一个地区。哦，到了城市区了，这边会有什么新的怪物呢？哦，机器人啊。那这边抽的话 4.5K 也太贵了吧。到下一个区域，哇， 350K。 先打一下这里的怪物吧，这边这只机器人攻击，哦，又打死了哦。来，会多少钱呢？哇，才 2K 多啊。好吧，那我们存的，我们存个 4.5K 吧，来抽抽看这边的是怪物。好啦，我们赚到了 17K， 来咯。抽到什么呢？哇，传说，哇，终于抽到了。哇，攻击力351，太强了吧。来咯，我们先试试看这个传说的这一只，它的技能是长怎样啊，很好奇。来吧，攻击，欸，不会技能还没放出来就打死了吧，伤害也太高了吧。哦，技能要出来咯，来咯，哦，连环电拳，太帅了，太帅了，可以可以可以，哇。那这边的 boss 呢？没有 boss 吗？前面还，哇，还有一只其他怪物哎。哦，要杀掉咯。OK， 多少钱呢？
钱怎么那么少啊？六 K 多而已。好了，不管了，来吧。哇，这边还有一只200K 的哎。啊，前面有一只 BOSS， 我看到了。一燕，哇，血量一燕哎。我们先打这200K 好了，再赚一些钱，然后我们再去抽一次，抽完再回来挑战那一只一燕的 BOSS。来喽，十连抽哦。最后了，哇，有了，中了，攻击力216，蛮高的哎。好，来咯，一燕的 BOSS， 感觉就超硬的，来吧，上吧，攻击。来看一下这只龙的它的技能是什么啊，很好奇。来咯，它的技能要出来了，哇、哦！打雷是吧？好啦，那我们就杀掉这只 BOSS 吧。哦，要打赢了，打超久的，最后5K、4K、3K、2K， 打赢了。多少钱呢？哇，我靠，直接100K， 还这个任务多少呢？来咯，再加100K， 好，赚到350K 了。传送，下一个区域是什么呢？哦，岩浆区还有剧情啊，这是大木博士是吧？这边抽怪物的话要 13K 哦，我们刚好50几 K， 来咯，我们的第一抽，我们直接抽到不能抽啊。哦，这只是什么羊吗？再来，传说传说传说呀，好烂啊。哦，抽到一只狐狸 26% 这只，哇，没钱抽了。 100K， 这边的怪物是石头怪是吧？怎么感觉有点恐怖啊？好了，杀了他。我看一下我们新的宠物的技能是什么啊？哟，狐狸喷火了，然后羊是用火焰撞击是吧？还蛮帅的，可以可以可以。OK， 打死了。哇，好多钱哦，20K。好，赚到206K 了，开抽。哇，有了，终于抽到史诗了，一个方块，哇，486，好，我们再抽传说，哇，还真的被我抽到2%，伤害700多，呵呵，太强了吧。好，直接来挑战这张地图目前最强的 BOSS， 血量 3M， 攻击。这只 BOSS 也太大了吧！我看一下，我现在点一只伤害多少？哇，变好小、哦！哇，点一只伤害变200多哎！终于剩下最后50K 了，要打赢了！20K 八，哇，打赢了！终于，哇，钱直接赚248K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实况就到这边了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帮我点个喜欢，也欢迎大家订阅我的频道。那我们下支影片见，大家，拜拜。